好，今天要用八风王来打地狱机，然后其实剧本要对，技能要开好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第一关要先洗技，要希望不要卡新珠，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然后技能要洗起来，技能要洗起来。记得要回血，记得就是要补满血，因为第三关有那个仙宫，然后这里先开水屋，再加开木屋，然后记得烧那个分化珠。这里可以的话，可以就是让他洗一回合的技能，因为我的八风王还没跳。然后机关队他会先攻击两回合，可以的话就尽量洗两回合，如果不能洗的话就带走他吧。然后这边就两回合用力转，其实八风王就不怕受残，就慢慢转，时间很够。带了半血，再来。
到第四关是拼图盾，然后拼图盾的话可以看一下啦，七七二，这里一定要关掉，关掉水屋跟木屋，然后可以回血就回血，然后可以攻击就直接攻击。我看一下，但是要注意，就是它不能超出去。然后因为这里我的进那个八波很快跳了，剩 CD 其实可以爆发带走了，所以呢可以开一个八波，然后再加龙壳，然后拼图盾要看清楚。这里的话一定要带回那个可以回血的龙科，因为就是这样可以让它回血到满血，满血进下一关。然后这里皇冠指定中间开火油，然后随便空转也行，再来就是让他先打一下，然后全开转八康。这里呢只要转八康，有转到八康就可以过。这样就过啦。其实只要就是剧本有对，但是记得开关机，这样就没有问题啦。其实皇冠的话，技能有洗起来都很好过，然后靠火油，这样就可以喽。